创造101成员佳境排名，他连第三都排不上。作为节目里的星二代，小李飞刀焦恩俊的女儿，在节目里佳境实力排行第一，相信没有任何的意义。第一轮淘汰阶段 ，Marmy 透露泥鳅云佳境因实早早在国外出道的高人气选手吴宣仪，想必已经有了不少收入。曾在中国有嘻哈节目里有过不俗表现的 Marmy， 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。根据某媒体对杨超越家庭的采访，可以看出杨超越没有说谎，父亲是老实本分的普通农民，可见村花之名坐实，杨超越的家境可以说在节目里排行倒数，真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励志姑娘。